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帝尊，帝君，是指系行事不周。近几日我在帮帝君修补法器，因为太过心急，所以几次出入衍虚天宫，不仅令帝君被太幽星君误会，而且还得罪了帝君身边的近士。帝君犯错与常人无异，我身为近士也不可包庇。我亲眼所见，帝君将他……你是想指证我与帝君犯了情戒？青云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我的志向是成为高阶的掌事女仙，并不会和你抢做仙士的。你又何苦把我骗到此处来？你阴度备注，你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且不说芷溪仙子向来性子拘谨，一心修炼，我记得当年帝君复明归来，帝尊就曾以断情线试炼，证明了二人并无私情。不错，应渊君与芷溪确无私情。帝尊英明。住手！别管我，快去龙鳞。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汉代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月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、诛帝君，这些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吾已陈十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仙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偿你滔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。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。你可敢一言？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并未成邪，对吗？燕丹，怎么样？还是 hold 得住吗？
吞海浪，执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干一方，走到你伤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美的缘分在暗夜里藏。姐，芷溪会永远保护严丹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呀、啊！姐，姐，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回来呀、啊，姐姐。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街星星大典。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芷溪，但是她在天上始终牵挂着你，如今也是一样。